兄弟们，老周现在已经来到昆明了啊，准备过2天飞泰国曼谷，然后又从泰国去缅甸、斯里兰卡，大概这次的话会去这几个国家，出去转转，碰碰运气。啊，刚到昆明，冷得不要不要的。你看，昆明已经起大雾了啊，大半年没回来，灰出出的。昨天晚上也连夜把这个床单这些全部洗了，因为睡了身体痒。还好我在这里留了一件厚衣服，我都不知道昆明降温，哎，变得这么冷了。然后今天有一个美女粉丝啊，她是昆明的，然后她说要请我去洗个脸啊，她好像是做美容的啊，她说老周看起来有点憔悴，有点沧桑，要给老周做一个脸啊，所以咱也该洗个澡，打扮得帅帅气气的啊，去看一看。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美女粉丝约我吃饭的地方了啊！谢谢两个美女今天请我吃饭啊！现在吃完饭了啊，已经来到这个美女粉丝的美容院了啊！看起来像这个迷宫一样的。喵，和你问个路，和你问个路，啥？问啥？去你心里怎么走？要个王志涛。好，我现在这里坐着等你们啊。你要睡暗一点的房间还是亮一点的？有什么区别？暗一点和亮一点，会不会手法不一样？都可以，你怎么安排就都行。眉毛是有故事的。要剪哈。哎呀，我去那个植头发的时候嘛，给我摘了5000个毛囊下来。然后头上就种了4000个，说种不下了，多出来1000个怎么办？又说那个不要的话，可惜钱是一样的要给。就说怎么办？你看把它用在哪里？我说你把它用在眉毛上吧。是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呀。是真的吗？对，所以它这个眉毛就长得就特别的猛。王喵，你这个美容服太漂亮了。但是我觉得你更漂亮。太老套了，你这个人就。没对每真个人都这个我不样是怎子。么可能？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，我不随便夸人的。你以为？画起来就不是，那皮肤挺好的吗？哇，好舒服啊！你滑的吗？你的皮肤？因为有你的滋润啊。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是什么？氨基酸洁颜乳，洗面奶。是给这个皮肤补充水分。清洁，先做一个基础的清洁。哎，猫。嗯，你觉得我和这个视频里面看起来一不一样？这个真人和视频，本人感觉就更有活力，然后更舒服，感觉就是本人感觉会更好，就更加点分。谢谢你真实的认可啊！对，我感觉不上相，要是上相一点就好了。一样的呀，我觉得上相一点就比较容易脱单了。你看现在我们贴的这个是什么？黑头导出液。就是贴这3个地方，对，我都从来都没有重视过我的黑头。你的皮肤状态也挺好的，其实还需要更好。他们都说我看起来像40几岁的来气我，是有点。我告诉你猫，我不是哪个粉丝都见的，我是因为我看了你的视频，觉得你特别的调皮，特别好玩，所以说一定要来看看你。他是美颜有点好看吗？不是，就是觉得特别可爱嘛你。所以是做一些鬼脸啊什么的，或者是自己拿着那种什么什么仪器往自己身上脸上怼的那种，特别好玩。对，所以觉得你应该是个很有趣的女孩子，没有把你夸害羞掉吧？没有，习惯了。这产皮刀，产皮刀，对，它会吸附多余的油脂，但深层的它就不行了。哇，去去去的好舒服。哎妈，你平时这种工作是要工作多长时间？9个小时左右，八九个小时。每天8、9个小时啊？对。一周休息几天？4天。一周？一周1天。就是1个月休息4天。对的。那感觉这个出去约会的时间都很少啊。对，很宅的我。那我就感觉你应该是还没有对象。是呢。听到了没有，昆明的兄弟们啊，这个美女猫现在还是单身。那你理想中你就是？想找一个就是什么样工作、什么样状态的一个对象。我现在就是想，可能会想稳定一点吧，但是我希望对方是比较阳光，
然后比较孝顺自信一点那些。嗯，就是他需要稳定一点吗？肯定要稳定的。哦，就不能是像我这种到处飘的不稳定的这种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难怪老舅就找女朋友就特别难找，就给女孩子的感觉就是，哎，不稳定，到处跑的那种。但你就是，你喜欢就好了，你是。嗯，我挺喜欢我的生活。对啊，自己喜欢就可以。所以其实我就很想找一个能够和我一起浪迹天涯。对，一起就是到处浪迹天涯的这种女孩子。可以的，志同道合还是比较难的，但是祝你好运哦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的皮肤还挺干净的嘛。因为我有一颗干净的灵魂，所以我的皮肤也是干净的。肯定啊，嗯。看了眼就知道了是吧？因为我的干净的灵魂，干净的生活。那你搓个面部按摩。好的，谢谢。可以吗，李总？好，可以的。像一般平时别人来的话，做我这样的一套大概是多少钱？现在美团是98这个样子。这么便宜？对。哎呀，而且我们的产品都是韩国设计师，都是属于中高端的。本来都不敢问，我还以为起码都是七八百、五六百的，想不到连100都不到，98。哎妈，嗯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哪条视频开始关注到我这个老周这个宝藏博主的？从那个我是阿田，然后又看到了方玉儿，好像有一期是你跟方玉儿你们一起和马赛人一起吃饭来着嘛。去那个海滩啊，那个餐厅，就是你当时追这个马赛系列的时候就看到的。对，啊，对，其实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个方玉儿的，因为和他合拍了几个视频以后啊，又涨了很多的女粉。是吗？以前我的粉丝很多都是男粉。是吗？对，然后自从和他那个合拍以后，哇，那个女粉哗哗的就来了好多好多，应该是涨了2-3万吧，所以也非常感谢他，然后就认识了你。睡眠不好的话，眼部和额头这块可能会比较胀。嗯，哦，哇，这个很舒服啊，这个。以后在昆明的朋友啊，真的可以来这家宝藏美容院啊，来找我们的猫，他做的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们的猫又漂亮，情商又高。这个是超声波导入仪，就是可以使精华乳液这些吸收的更好。哇，我还第一次这么高级的项目呢，看来我这个对我的这个皮肤太抠门了。以后每次来昆明就来找你做一个。可以的，欢迎你。看看这个做完以后的效果啊，应该是立竿见影，看得出效果来的。这促进皮肤代谢了。嗯，这个叫光谱仪。对，全程就10分钟左右。嗯，它是有什么作用？那个？今天是照红灯，红灯是促进代谢的。哦。皮肤只要代谢好了，什么都会好的，对吧？好的。这个面膜要敷15分钟。对。然后毛又帮我做一个脑壳的按摩，我太享受了这个。哇，猫，你们这个服务真的是太周到了，连眉毛都帮修。对，都是一起的。猫。嗯。你的作品已经出成品了。对啊，捏得不像样吗？我来摸摸看，检验一下。哇，我的天啊！感觉都不像自己的皮肤，就是那种新鲜出炉的豆腐一样的，哎，鲜嫩 Q 弹。哇，我的天啊，这个感受太舒服了，我第一次这么喜欢摸自己的脸蛋呢，掐掐它，啊，棒棒的猫。Thank you。猫，今天谢谢你啊，给我感受了这个，哦，没有，可能奶渣刚才有个多喝奶，给我感受了这个美容大餐，啊，等着我下一次来昆明，我再来找你。再给我做一次，到时候。可以的，欢迎你过来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那走喽。好的。有缘再见。好，有缘再见啊。